每天做五题，英语没问题。来看第一题 ，Would you like tea？ 你想喝红茶吗？这里的红，很多同学会看到啊 ，red， 错了啊。外国人拿到红茶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黑色的 black， 所以呢 ，black tea 才是红茶。答案选择的是 C。Would you like black tea？ 第二题 ，She is a girl， 她是一名十岁的女孩子。十岁的，这里有两种用法。第一种呢是 She is a 10-year-old girl， 这里呢 10-year-old 呢加两个横杠就是一个形容词啊，形容词后面接名词。这个 B 本来是对的，但是你把这个名词给去掉，把这个 a 给去掉，我们就可以选择 B 啊。所以答案选择的是 A， She is a 10-year-old girl， 这里呢 S 呢不能加。第三题 Jenny isn't of singing， Jenny 不喜欢唱歌。喜欢，很多同学看到 like 啊，应该选 like， 错了啊。like 的话，这里应该用 doesn't 而不是用 isn't。好，这里呢用的是 be fond of， 喜欢做某事，所以答案选择的是 B。Jenny isn't fond of singing。第四题 ，When did you home last night？ 你昨晚几点回家啊？几点回家？这个 home 呢，它是一个副词。副词前面呢不需要加介词，这里加了，这里加了，所以答案选择的是 A。When did you arrive home last night？ 第五题 ，The flowers good， 那些花朵闻起来很香，应该选择哪一个答案呢？欢迎同学们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的答案，点赞关注爸爸老师英语一级棒。